你每次让我帮你带的那个提拉米苏，就是在这儿。你看，再买一块。嗯。哎，对不起，小姐，这块蛋糕我们不卖。您是第一次来我们店里吧？这块蛋糕是我们店长为他心爱的人特意做的，放在橱窗里从来不卖的。你们店长是谁啊？我们店长叫尤斌。这块蛋糕是我们店长为他心爱的女人特意做的，他希望那个女孩比他幸福。他每天早上用一块最好的蛋糕印上一个手印，然后放在橱窗里，到了晚上自己再拿出来给吃了，明天再做一块，周而复始。好多人都是听了这个故事慕名而来的，只是那个女孩到现在我们都没有见过，也不知道她到底在哪。我们还特意给这个蛋糕起了个名字，叫比我幸福。您看，你们店长在哪儿啊？我能跟他见一面吗？我们店长现在去上海参加洗脸师培训了。你跟尤斌一直在搞地下工作是吗？这段时间蛋糕你都在上海的，都是尤斌做的。你还有什么事瞒着我呀？就是他让我发毒誓，逼着我不让我说的。那我都跟你说，上次你店里出事儿，被人索赔，我说是我管朋友借的钱，其实不是。是他把他的房子给卖了，给你凑的钱，让我帮你搞定这件事儿。我本来想跟你说来着，他跟我说，他一个男人无所谓有没有房子，但是你是个女人不一样啊，他怕你太辛苦。他还说，不想告诉你，怕你背上感情的债。希望你比他幸福。服务员，这块蛋糕我买了，你回去告诉店长，我要跟他一块拼车，我姓车。哎，钟婷，你知道青青在哪儿吗？什么？发生了病毒感染，情况不是很乐观，目前还没有确诊，他现在被隔离了。他在那儿。写字是吗？
尤斌，你不要进去！你不要冲动。她是我老婆，要传人一块传人，要隔离一块隔离，要死一起死。别拦着我！哎，你不能进来，这是传染的。睡床上，我睡地上。你呢，时不时的发个小脾气。我呢，时不时的来个小起义。再加上你妈，还有那条狗，时不时的给咱俩添个乱，挺有意思。后来，咱俩离婚了。哎，其实我就是想吧，你说你那么年轻，我不想耽误你。我呢，要钱没钱，要样没样，不能耽误你呀。再后来，我就把你介绍给了卢耀伟。现在想想，我这不是有病吗？其实你在我心目中分量是最重的，我相信我在你心目中的分量也是最重的。你别笑话我，别笑话我，我这么说有点不太要脸，但是我今天我就这么说了，你是我的女人，你是我的老婆，你给我记住了，从今天开始，不管是生老病死，天灾人祸，我永远跟你在一起，相濡以沫，钟爱一生。青姐。